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neth Chu， 来自 ABCD Technology。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注销你的钉钉账号、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登入你的钉钉，过后我们点击我的，然后你去设置，那在设置这边我们就点击安全中心，那接下来在钉钉的安全中心里面，你就点击账号设置，过后选更多，在你的右上角，然后大家看到吗，有注销钉钉账号，点击然后输入你的密码，按确定 OK， 那他就会跑到这个页面，就会询问你是否要注销这个账号 OK， 当你按了一轮，他会再问多你一次 OK， 因为你注销了就不可以再撤销 OK， 我们就按确定，然后系统就会发这个验证码给您，你只需要把这个验证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了。所以完毕过后，它就会写你的账号已经被注销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如何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被注销呢？首先、我们可以按这个退后的键，所以你会进入这一个页面，然后你可以尝试使用手机登录，你可以先输入你的这个手机号码，然后你就点击登录，所以这边它就有一个讯息提醒你说这个号码还没有注册，所以要先注册，所以这样我们就成功把这个账号注销了。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